来看一下这里，他说西塔是个锐角，而且塞西塔本身大一起口塞西塔。题目告诉我塞加口塞是几？三分之根号17，求塞减口塞。来，我常讲哦，靠塞加口塞，塞减口塞有什么感觉？麻烦你第一步，靠塞加口塞，塞减口塞，请马上把怎样平方？马上把塞加口塞平方，乘开是一加上两倍的塞乘口塞，把它带进来，三分之根号17平方，九分之17，等一加上两倍塞乘几口塞，把意义过去，可见两倍塞乘口塞是几九分，所以塞乘口塞是4，想行不行？我常讲，我只要算出塞车口塞，对吧？剩下答案就出来了。为什么？第二步题目求多少？求塞减口塞一样，麻烦你马上把塞减口塞几次？两次，它等于一减掉两倍的塞乘口塞，行不行？把它带进去，所以塞减口塞平方等于一减掉两倍的塞乘口塞，告诉我塞乘口塞是几？九分之四，所以一减掉九分之八。算出来是几分之一，所以说我可以知道塞减口塞就是几正负三分之一。告诉我取塞取负，题目说一句话，塞大于几口塞，所以塞减口塞麻烦取什么号？正号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答案是几三分之一 ，OK。